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今天我买了一块五花肉，这是十多斤。咱们今天做一个红烧五花肉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继续烧。用钢丝球把这个猪毛啊，咱们给它打一下。咱们给肉改上十字花刀，不要拉到皮啊。哇，快多了这刀子。好了，改成这种，看到了吗，你们？改成这种形状就可以了。五花肉冷水下锅。哇塞，皮朝下啊，点火，加入去腥三剑客，葱姜，料酒，锅开后打去锅沫，出锅了，咱们清水洗净。洗去锅沫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后下入冰糖，炒个糖色，加水，下入五花肉，加水，没过五花肉，加入葱姜，料酒。再加入两罐啤酒提一下鲜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加入两个卤肉包。咱们转中火，然后盖上盖，焖上它一个小时。哇塞，老铁们，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啊！然后咱们准备出锅。小铲叉，哇塞，老铁们，哎呀，太香了！不喝点酒就对不起肉啊。哎呦我去，太香了，老铁，我先弄一会儿，让你瞅瞅，看它大肉。这是炖的，连盐都没放，味道正好，太香了。火候特别好，哎呦，先弄一会儿，炸肉，蘸点汁。太爽了！太爽了！哎呀，肉好吃，汤更好吃。不行，我也在米饭浇点汤里。哎呀，这汤太紧了。哇，这饭太香了。饭比肉还香，我感觉。
哇，这口太大了，哇，眼泪都出来了，不行，还弄块肉，咽不下来呀。哇哇，太爽了！哇，太香了！明白。好了，姐妹，哇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，再见。